这样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小杰，说话呀。爸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有气无力的，跟条断气儿似的。我遇到了打击。哦，那说说，怎么了？就是，哎呀，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，我回头跟你说。你这跟我还保密啊？哎呀，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。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。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？啊，你自己不就是开加油站的吗？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儿加油吗？哎呦，加油站都快没油了。啊，没油了？你也有没油的时候啊。行，你等会儿啊，给你打个电话。哎，是石油公司吗？我是李海超，李总啊。有个小事得麻烦你们，我的那闺女的加油站呢没油了。给批点呗，能批多少？五车？那太少了，怎么也得五十车呀？什么时候能送到？行，明儿早上啊，谢谢了啊。哎，有空到我店里吃面。哎，好。爹，听见了吧？哎，搞定了啊，明天早上一睁眼，哎，油就加满了。谢谢爸。不客气。哎，爸，对不起。我怎么扯到对不起上了？你说说。我就是觉得，你为了我，你连个老婆都没娶。哎呦，我没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当初我跟子秋他妈不也处过吗？你还忘不了贺梅阿姨啊？没有，这不是后来就有了你们仨，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。哦，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？我不想。你说实话。实话就是不想。这些年我跟你凌爸搭伴过日子挺好。哎呀，我刚才也就商量了，我将来干不动了。我们俩在一起去养老院养老。养老院？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？人家要儿女签字的。哎呀，那怎么着？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，帮我签个字。我不签，以后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，伺候。哎呦，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。你想想啊。就你这样，再生个孩子，啊，比你还皮，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？算了吧，我还是去养老院享几天清福得了。哎，也是哈。哎呀，得了，有的没的说半天，赶紧睡吧。哦。挂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句。赶紧。老爸，我爱你，晚安。饮食上注意不要吃辣的，刺激性的食物。如果牙齿痛的话，可以吃冰淇淋。三天后来拆线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小嫂，你带患者去拿药。哎，好的。
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吃饭呀！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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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等我一下。快快快！快一点，快一点。 吃，快吃！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？没有啊。快吃吧，吃完我们赶紧回去。下午工作室还有事呢。你大中午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吃饭？不然呢？以后只要我每天有时间，我就来陪你吃饭。下午呢，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，你不用来接我。 快吃啊！我先送你去打车吧。不用，就这么近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你也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突然这样？ 你不是说我可怜你吗？我可怜你啊！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，是总会胡思乱想的。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想那么多干嘛？